Miss Wu, this is a mental rehabilitation center.我想大家相信你，那个可怕的魔鬼，指的就是你爸爸吴马里。那你要从这儿逃出去吗？我们一定会救你的。其实。 我有件事情没有告诉你。